什么呢？这是背了半个脸的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冲击动力，战斗系统，一臂一走，一点不舍得跑。和珅原名善宝，姓满洲人，第一郡王，太能贪了。和珅的家产一共有11亿，20项大罪。乾隆皇帝过度性聪明机智老成持重，喜怒不常。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开始了，和珅选择了主动出击，但是这个出击是采取的对策软。我呀，给你嘉庆送点礼，我不能送的太富有了，我就给你送一个最普通的玉如意。人嘉庆心里头恨和珅，嘴上。人不说，哎呦，何大人何中堂啊，您呐，两朝老臣呐，我和朝廷都离不开您，您还给我送礼，我应该瞧瞧您去呀。嘉庆不但跟和珅这么说，跟太上皇也这么说，跟大臣也这么说。和珅觉得美，高兴，看来皇上跟我还挺不错。知人知面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开始。和珅采取的办法是软中硬。你当皇上了，你原来当皇子时候的那么多事儿，得有人帮你处理啊，我得找人帮你收拾吧。派自己的亲信帮着嘉庆整理诗稿，看看他那里面都有啥，有没有中间流露过对我不好的，而且想方设法把嘉庆身边周围的那些个对和珅不好的人全都给处置，发配在外地，换上了自己的一身，孤立嘉庆。这第二回合呢，看来其结果呀，和珅是小胜。还有第三个，那就不是软了，也不是软中硬，是硬拼。那他最致命的那一次又是在什么时候呢？1799年，这一年正月初三，太上皇死了，乾隆爷去世了。他这一去世，轮到嘉庆首先出手了。正月初四，嘉庆皇帝下旨免去和珅本兼各职，命和珅运送乾隆灵柩。您不是跟皇上好吗？不是跟太上皇好吗？您押送那个太上皇的灵柩回去吧。初五，昨天的圣旨作废，今儿换一圣旨，将您和珅逮捕下狱。初八，下令搜查和珅的家，抄。正月十八，嘉庆皇帝的最后圣旨下来了，两个太监，一个太监手捧着圣旨，一个太监拿着3丈白练，圣旨让他自己在自己家的房梁上拴一扣，用这白练自己吊死。和珅没有办法，做了一首诗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：50年来梦幻真，今朝撒手谢红尘，他日水犯寒龙日，任取香烟是后身。和珅呢，就这样死了。我们下次再见。
你听何振东被你说死了。这一集我们先说说他的家人吧。他的家人啊，个个都跟和珅不一样。和珅比较贪婪，但是他的家人呢，没有一个是贪官，都是有史实可查的，都是清官。还比如说呢，和珅呢一直在北京工作上班，在皇帝身边，可他的家人呢没有一个在皇帝身边工作的，没有一个在北京上班。在他的家人当中呢，应该说和他的关系最为密切的，就应该说是他的弟弟了。他弟弟简直和和珅呢完全不是一个人，完全不是一样的性格。他学文的，他弟弟学武，他是一个贪官，他弟弟是一个清官。这个哥哥到处惹事，到处得罪人，他弟弟经常替哥哥为人。每当这个哥哥和珅惹了什么事儿呢，哎，这弟弟呢就会替他去解释。可奇怪的是呢，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吧，哥俩的关系还非常好。和珅他的弟弟啊叫钮钴禄和林，和珅和林兄弟是个非常有心计的。虽然他们在学校里经常受气，但是他们知道我们两个人呢，学到的东西要有同有异，共同的东西就是两个人的学习态度、学习方法，这些是共同。哎，比如说，都很认真，都不像那些个纨绔子弟、达官显贵的孩子一样，他们非常清楚，只有努力学习才是唯一出路。第二，这哥俩非常的团结，哎，经常互相帮助、互相提醒。他们知道，如果哥俩之间再不互相提醒、再不互相帮助，那就没别人帮助你了，那你就真的完蛋了。这是他们的相处。但是，哥俩呀，在学习的内容上面，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的。两个人学习的课程、侧重点完全不一样。和珅他毕竟比和林要大一些，他非常清楚什么叫文武双全。我们两个人无父无母的两个人，要想成功，如果不做到文武双全，我们怎么能够让别人接受？那学文学武它各有利弊。比如说学文，每天算计别人，靠一张嘴生活，很难做到出人头地，他的就业面很窄的。但是他也有他的好处，不容易发生死亡事故，容易活得长久一点，似乎是这样。学武就不然了，学武很容易出人头，只要你在战场上拼杀，你就一定能够成功，但是很容易有死亡的事故发生，战场上很危险。就是嘛，典型的高危职业。哎，季老师，那么他们一开始怎么决定的谁学文谁学武呢？这个决定权只能是当哥哥的来做。和珅经过精心的思索，还是决定由自己来学文，由自己的弟弟来学武。和珅的考虑是有见地的，他非常清楚自己，和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了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人，长得相貌堂堂，哎，也号称满洲第一俊男嘛，他觉得自己很容易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，利用自己的相貌，哎，来取悦别人。学文自己是最合适的，很容易和别人打交道。哎，而自己的弟弟呢，长得比自己稍差一点不说，也太小，也爱舞刀弄枪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觉得还是让自己的弟弟来学武吧。而且，据他算计，这个时候天下太平了，没有什么战事发生，学武是很安全的。第三点考虑，就是他不愿意他的弟弟
每天像他那样天天算计别人，天天去，哎呀，每天都在想这个人有什么短处，我如何抓住他的把柄把他压下去。您想谁愿意自己的亲人学这些？哎，在这里呢我提醒一句啊，他是侧重于学文，侧重于学武，不是说就学文就学武。当时有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孩子是特别好的孩子。最著名的，哎，清朝有一个大诗人袁枚，这个袁枚这个大诗人就非常喜欢和珅和林这两个，曾经专门给和珅和林这两个孩子写了一首诗。诗啊，那最后两句是这样：晴天兼捧日，兄弟各平分。我读完了，我就有两种想法。第一，我觉得袁枚这个人眼光非常的犀利，他一眼就看到了这两个人都是人才，他说的很准确呀。说其中的一个人晴天，一个人捧日。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，晴天的是弟弟何林，何林当了大将军呀，捧日那是和珅。和珅当的官太多了，六个部都让他当了，六部尚书他都当过呀，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日字比作皇帝的话，他就是在皇帝身边。哎，季老师，据我所知，这个袁枚和和珅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吧？有没有可能是他想拍马屁才写这些诗啊？这个您可真说错了，袁枚可不是那样的人。清史稿上有明确的记载，袁枚这个人出生于1716年，他比和珅大多少岁？大34岁。他当了10年的官就不干了。您说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拍马屁的人？第二个想法呢，袁枚这个人呢很了不起，你看他这首诗这两句，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和珅和林兄弟二人完全不同的性格，而且揭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他的原因答案其实就在他们学的东西不一样。和珅他学文呢侧重于学文，学文的人他必须得学会内向，必须得学会独立思考，他必须要学会什么？我得怎么样算计别人，我得怎么样踩着别人的肩膀我当官。而学武的人，我打仗光凭我自己那肯定是死路一条，我要想活命就必须在座的所有的人齐心协力。说和珅与和林他的性格有很多不同之处，我想和他们这几年上学期间的，哎，学到的东西不同，应该说是密不可分的。从咸阳宫官学毕业以后呢，和珅的第一个工作是三等轻车都尉，但是和林呢就不然了。按照大清朝的规矩，祖先留给的这个世袭职位啊，只能有一个人来承担，所以和林找工作要费一点劲儿。好在和林这个人还是比较有本事，武功很强，带兵打仗能力也不错，所以很快呢，他就在吏部找到了一个差事李贴士，在工作上啊，应该说是很顺利，也是步步升迁。和珅经过了几年的历练以后，已经是皇帝面前的一个红人了。和珅就想，我要帮自己的弟弟一把。哎呀，我这个弟弟现在比贴士小官，还是需要我帮忙。是啊，那当然要帮忙了，弟弟的官不大，自己也没面子嘛。哎，季老师，那他是怎么帮他弟弟的呢？我们下次再讲。为什么呢？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形。恭喜董，战斗喜董，一臂一走。
点墨水的号。妈，哎，您瞧瞧，啊，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。好，真的好，就是有点奶。呀呵，这是谁呀？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？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。这是四大天王。四大天王，头一王就得说是托塔李天王。那这咋改扮相了？妈，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，可不是您指的这个。那说的谁呀？歌星。四大天王啊，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。追星族啊，我就知道有藏族、苗族、维吾尔族。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？哎呦妈！这追星族啊，它不是少数民族，那是啥族？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。切，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？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，壮族。妈，它不是壮族，它是追星族。啥时候改的名？咋没改？人家本来就是壮族。那还是壮族不是？哎呦，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。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，迷失的孩子，奶奶看你来了。哇呀，婆婆！婆婆，这差着辈儿了。叫奶奶，人家都叫婆婆。婆婆，你来了，我好开心，好开心呀！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，说话都串味儿了。饿了吧？奶奶给做饭吃去。不要不要，我嘴巴好干好干哦。他说啥？他说他渴了。那渴了就说渴了。奶奶给倒茶去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喝冰水。喝啥水？喝冰水。给我好好说话。喝凉白开。你得小点声。你吓着孩子呢，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，这都发烧了。没事，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，那就是坐下病了。哎呀，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的？快脱下来，奶奶给洗洗去。别动。咋着？不是，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？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？珍贵，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。讨厌。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？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？不知道。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，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，我们冒着大雨捧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。奶奶，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吗？没尝过。忽然车灯亮了，越来越近，我看见那歌星冲我微微一笑，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天拦下来。找你爷爷去。找爷爷？你爷爷摔砖呢，整天就鼓捣你。真是丢人呐！啊，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，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。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，每次学校开家长会，爸爸都没脸见老师。你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！问：郑成功是什么人？答：郑智化的弟弟。哎呦，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？要不那就是他格格。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。哎呦，这他不会，你都好好教给他，你转啥圈啊？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，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，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，
在台湾海峡。对呀，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，要不然他怎么会唱《水手》这支歌呢？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？擦干泪，不要问为什么。别唱了，你怎么还有脸唱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？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你对他们这么着迷，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？我当然了解了，我当然了解了，我全了解，我还有他们档案呢。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？不知道。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？不知道。您知道他们谁最怕空调，谁最怕电扇，谁最爱吃甜，谁最爱吃酸，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，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？您瞧瞧，您瞧瞧，您瞧瞧啊！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，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。哎，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，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，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，那能行吗？你住口！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！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不行，什么？跟谁交代你的事？翅膀还长硬了啊！你简直是太不像话了！别说，我劝着他。你爸爸说那话呢？他也是为你好，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，那你就听点别的，不也一样吗？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听那个《平记华为梅》。哎呦，妈，你说的那个那连我都不爱听。不爱听你就不爱听，你转啥圈啊又？哎呦，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。哦，就点灯啊。就那我也会唱啊。奶奶，您会唱星星点灯？会唱。嘿，您给我唱一个，我唱一个。正月里的正啊月正。妈，是星星点灯。我这还没唱完呢，一会儿灯都出来。正月是我闹花灯，有灯没有？这那个花灯，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儿。不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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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揍你脚吧，他不听了。这都怪我。啊！过点了。你要干什么？看电视，看电视。不喜欢电视。哎呀，歌星演唱会。我疯了。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？你什么时候再看？我偏要看，我偏要看。你说什么？看什么你？给他起啊！这个孩子，我越来越等着。我就看，我就看。妈，你跟你说的。妈，你让开吧。妈，你让开。我这干啥？掉下。他逼我。我让他撂下来，我这儿都看着呢。你给他打开。我不开。你开不开？我就不开。你不开我开。你小床铺你这摆上了，你想缝缝不住。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会。干了，人家下班了。我生了你们6个，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。我说明白，这是，这是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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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呢？没出正事，背后半只脸呐！打败你的不是天真。是无邪。冲击动，战斗系统。你比一总一点儿不值得好。小儿，哎呀，这。
是你呀、啊，姐夫！哎呀，怎么会是你呀、啊，婶儿？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？没有，那可不是我放的呀！我你看也不行啊！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！我一进去，人家都开眼了。那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，你就进去了。我进去了，不是你，你就进去抄黑窝去了，小二。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我没看着，而且是第一次。你说，我们那个点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啊？那你看见我了？倒是没看见。就是嘛，我真的是头一次，而且什么都没看着。你看，你那定个什么罪？真的是第一次，我真的是第一次。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啊。那是戴着头套，一般人认不出。你不是第一次啊？我这么说了。走，咱派出所。就是第一次，走。你看，就这么一点事儿，你看干嘛？小二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。我别废话，这，你快给我打开。小二，你是我小舅子。对呀，来吧。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？我说，走。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？你这人，啊？你轻点，成不成？怎么了？脚崴了，知道吗？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？谁让你追那么紧的？你不跑我能追吗？你不追我能跑吗？这是我的不是，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，你干嘛非追我不放？不，这能怪我吗？黑咕隆咚的就你那亮，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。行，你也甭废话，要走也行，你给我揉揉，你揉好了我跟你走。哪个脚？这个，轻点，对，轻点，轻点。哎呦！看看好了吗？哎，还真是好了。是，行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。小二，你别胡闹好不好？这不是在家里。你给我打开！我这是在执行公务。怎么着？你非要把我弄进去？小二，就你这点事儿吧，进去认个错，说说清楚就完了。就这么简单啊？就这么简单？早说呀！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，对不对？什么？让厂长领我？我不去了。怎么了？不能去。为什么呀？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。那怎么？我现在是留厂查看期间。我这，哎呀，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？不是让他们知道了，那非把我开除不行。我这么大工作，连饿了没有？我不行。你看，你现在知道了吗？晚了。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？你说吧。家长成吗？家长也行。那就是你。我怎么成的？你是我姐夫。啊，不，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，在法律上。不，我承认了，你就是我姐夫。姐夫，你接我去啊，你把我领出来。啊，我把你送进去，我接着把你领出来。老师，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？哎呀，小二，你就进去说说嘛。能说清吗？怎么到里头去？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。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？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，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？这我们是讲道理的。再说，那还有我吗？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，下有班长组长，你算老几啊？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。在所里处理问题，一般我不发表意见，那是轮不上。但只要我说话，跟没说一样。只要我说的对，不可能照办。哎呀，你想啊，混了这么多年，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，还说什么呀？说，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？你也就蒙我姐还行。我怎么蒙你姐了？你没蒙，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？哎，娟儿，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，这都年底了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这，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？你呀，我算看透了，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，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。哼，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、啊，怎么着？我就说了，你套什么近乎？什么叫套近乎？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。怎么着？走。干什么？走。我不走。你走。我得抽根烟。我掏出来，你给我打开。你给我打开，我把烟掏出来，抽什么？抽完烟我跟你走。来，好，我这有。什么呢？抽。丢不起的人。你不抽算了，你不抽。走。走。往哪边？往这边走。你那边绕远，这边近。干嘛从那儿走？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。哎，路过家门口干什么？怎么着？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？你干什么？人都以为我失踪了呢。你这个样打什么招呼啊？
那怎么办呢？啊，那家里一共失踪了，咱还得到派出所找我。不行，你怎么说嘛？怎么说？我就说，哎，妈，姥姥，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锁子，就是连一块儿的。他还说，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，不能在家过了。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给他。你不能这么说，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。别咱妈的啊，那是我妈。啊，你妈身体，那没关系，不就是心脏病吗？再说了，咱姥姥的，别咱的，套什么近乎？啊，你姥姥的，咱姥姥的，咱的，你姥姥的，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，这不一样吗？你就说他老人家啊，他老人家有脑血栓，没关系。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，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嘿，那咱家可热闹了。走走走，走走吧。哎，你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？你放心，以后你再也见不了。哎，我不得去。好，让我妈也看看，瞧这女婿啊，多英雄！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，明天就是丈母娘，后天就是我姥姥，大后天……啊，对。你得把我姐留下。小二，你们好过小日子啊！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。我揍你！我打人呢，你还想？你打？嘿，你打！我打你！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？别说这个啊，你还没结婚呢。小二。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？是什么？不可能的，不是，真不是，这真不是。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。本来嘛，刚才你不跑，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。是的。我说啊，明天中午我请客，带上我姐啊。哎，别走，留个案底，姓名。死心眼儿，死心眼儿，不是叫陈小二吗？知道你还问了，性别，瞧着办吧。家庭住址，问你呢，你这块八趟你问我。你明天写份检查送到派出所，这事儿找我姐说去。你姐没空，那还有你呢。我怎么能？谁让你当我姐夫的？好。家在这边，我得拿东西去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录像机扔路边了。你还是组织者呀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给弄了？姐，妈，我打一辈子光棍给弄走。妈，为什么呢？没出正事，没露半个脸呐。打败你的不是天职，是无邪。一走一撇儿，握着的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哎呀，管了一年的闲事儿，可把我给累坏了。今天踏踏实实吃顿饺子。马大姐，哎，马大姐，哎，潘大宝来了。哎呦，马大姐，这什么时候了，您还活？面子，您别活了。呸，你才别活了呢！大过年的，不知道说点吉利话，真是吉利话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可着急的呀？不就是跟你那前媳妇要复婚吗？行吧，马大姐，我这婚都快复不成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。我和我那女朋友还没分手呢。哎呀，不是女朋友，叫前妻。不是啊，我前两天不是刚认识这个女朋友吗？这刚认识没几天，突然我那前妻她又愿意跟我复婚了。你说这不是急死人吗？这呦，那赶快跟女朋友说清楚啊。是啊，我是要跟她说清楚，所以我才把她约到您家来了。哦，约我们家来干嘛呀？您跟她说清楚啊。我说，你自己怎么不说呀？我干不了那缺德事儿。缺德。这就来了，您记住了，你要千万劝他把我甩了。甩了？你，哎，甩了，来了，哎呦，马大姐，我
我是潘大宝的女朋友。哦，姑娘贵姓啊？你就叫我小芳吧。哎，小芳姑娘，哎呀，你看你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？哦，没带什么东西了。小芳姑娘，有件事儿我无论如何得告诉你。哎呦，瞧您，什么事儿？您说，您说。神六已经上天了哈。嗨，早都回来了。说正事儿。是吗？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？你说正事儿，说正事儿。什么动静啊？什么动静？潘大宝，潘大宝，他送了一个鹦鹉，正学说话呢，所以我说什么他说什么，真讨厌，讨厌。哎呦，这鸟可真够聪明的，我看看这。不，没什么好看的。马大姐，我去去就来啊，你坐你坐啊，哎。马大姐，马大说人话。别的跟他这扯闲话，您帮我劝他把我甩了。哎呀，我都给人家介绍对象，这甩了我怎么说呀？这怎么不好说呀？您就说坏话。不行，刚见面就说人坏话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不鹦鹉把我推出来了。啊？我是想说呀。你想说什么呀？说你坏话。啊？不是，我想说那个。哎呦，小芳姑娘，你看你多好啊！哎呀，潘大宝啊，交了那么些个女朋友，就你一个人啊，不嫌他穷？哎，他穷啊！听说呀，他有4亿的大工程呢，还4亿呢，昨儿还跟我借俩馒头吃呢。啊，其实啊，这男人他有钱没钱都无所谓，有才华就好。有才。哎呦，打小就聪明，5岁会哭了，7岁会爬了，12岁直接上小学1年级了，而且呀、啊，上到小学4年级，学校说什么不让念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都20了。其实他学历低点他也无所谓，勤快就好。勤快，他勤快。哎呀，尤其是到了饭点啊，喝这个勤快，就看他是串东家走西家，吃王家蹭哪家。喂，干嘛？又不复婚了？女孩不同意？不，昨天不是说好了？凭什么？这叫怎么回事儿？这说不复婚就不复婚了？这你这么弄得我鸡飞蛋打吗？这妈，这潘大宝他是这样的人吗？哎呦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呀、啊！告诉我这事儿，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头呢。就是。马大姐，您听，您家这鸟啊，他又说人话了。甭理他，他光会说人话，不会办人事儿。办人事儿，哎，还顶嘴！一会儿我就收拾你，收拾你！哎，我这暴脾气，你瞎叫我什么呀？我已经跟你说散了。不成，你凭什么跟我说散？你得跟我说回来。不说什么呀？不是。刚才你看，刚我前妻来电话了，说女儿不同意我们复婚，这算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，就把你把这小芳给我说回来。那你把这小芳当什么人了？哦，想好就好，不想好就散，我不管你的破事儿。你不管这事，出了问题还是你负责。你这婚真的复不成了？复不成了。那你得给对人家小芳姑娘负责任啊！哎呀，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这就走了。不能走。哎，还有好些话没说完呢，你看，哎呦，你跟这个潘大宝俩人真是真好，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，地造的一双，真是豺狼配虎豹，宝塔镇河妖。谁是河妖啊？你啊，不是你是豺狼啊？你有眼光，你看着这么事业有成的男人是吧？怎么又事业有成了？有啊，他每天做着几个亿的大生意。你不是说他没有4亿的大工程吗？是我说的吗？哎，我说了，因为他没有4亿是吧？他因为他有10亿啊！潘大宝他有10亿？对呀，人送外号潘10亿嘛。小芳姑娘，你要不跟他好，你后悔了可别来找我啊！不，马大姐，我不后悔，我跟他好。说好了，说定了，不许反悔。反悔！哎呀，喂，反悔了？他就同意我们复婚了？女儿什么时候同意的？刚才是考验我。考验的好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大姐帮你们张罗婚礼。好，这儿还有一档子呢。大姐，大
大姐，你看把鹦鹉给高兴的，我这就回来啊、我终于帮你把他给说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您还得帮我再说回来。马大姐啊，刚才我前妻来电话，说女儿又同意我们复婚了，她刚才是考验我了。马大姐，咱们得经得起考验。您见过两口子复婚考验街坊的吗？马大姐，您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嘛。您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您不看人面看鸟面，您不看白面看黑面，你我们马大姐。这就是您家的鹦鹉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问你呢，怎么回事儿？我说实话了，小芳姑娘，这夫妻呀、就像打麻将哈，还是那个原配搭子好。他有一原配搭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他们俩还有骰子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你说他脑子里成天装着那搭子，心里想着那骰子，你还怎么胡？活不了。潘大宝，你是不是心里头老放不下你的前妻和你的女儿啊？是。行，潘大宝，没想到你还是个有情有义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我祝你幸福快乐。小芳姑娘，那你放心，离开他那地球还不转呢。小芳，我谢谢您了。哎呦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哎呦，潘德宝啊，一定得对人娘俩好啊。只要你好好过日子，大姐这再苦再累再委屈值啊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小芳姑娘，大姐再给你介绍一好的啊。我有一外甥叫朱军，看着跟你可般配了。这瞧你说的，什么时候见面？一会儿就来，一会儿就来，不走了啊，不走了，把那娘俩也接来，一块儿给大姐这吃饺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现在啊，先帮我刷碗去。哦哦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洗。为什么呢？没出正事，背了半个脸呐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一走一点路子的好。王宗林这人呐，特别可爱。是吗？面带忠厚啊。内行奸诈是怎么着？没说下句。你这上句是不是？您这人呢、为什么艺术水平高？为什么呢？好学。哎，应该虚心学习。好学。哎呀，你可以说是学而不厌。哎呦，您过奖了。学而不厌，学而不厌啊。学而不厌。你跟我在一块儿那是最合适。是吗？哎，我对你能有所帮助。你对我有什么帮助啊？爱金似金，爱玉似玉，常跟我长能耐，帮助帮助你啊。不是你帮助我什么呀？你说相声的就指着这嘴皮子啊。对啊，对不对啊？耍嘴皮子的，现在有人说我们这叫语言艺术。有说的啊，看够不上，你也就是耍嘴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表演上，在身形上这方面你差多了吧。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帮你提高，将来你这个艺术逐渐的就够上。表演身形，哎，对对对，不是你是干什么的？你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。我这身条，我这意思，又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。我是舞蹈家。什么您呢？跳舞蹈的。舞蹈还家？哎呦，他们都这么说。我怎么从来就没看见你跳过呀？废话，我多大岁数了？我现在不怎么跳了，我小时候。哦，小时候。很小啊就开始跳舞。哦，你算那年我才八岁。别来这个，别使这个，消好，哎，消场地多管，别消头个暗线。现在我57了，哦，60了。
对不对？主要是教学生，当老师的。不过我很少在咱们国内教学生。哎呦，照这话说，您还出过国呢？经常的出国。您出国都到过哪儿啊？太多了，您说说。什么叫英国、美国、法兰西、欧洲、非洲、奥地利、印度、缅甸、土耳其、巴基斯坦、匈牙利，还有墨西哥、夏威夷、乌干达、布隆迪、几内亚、索马里、智利、巴西和埃及、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，这些个国家呀都到过，一个也没去。哎，嗨，没去你说他干嘛呀？一个没落，全都经常去。好，这些国家您经常去，桃李满天下，都有我的先生。了不起。最近我回国了吗？回国我打算办班，办一个交谊舞学习班。哦，专门教跳舞的。这执照还没办下来呢。啊，正在招学生呢。是，咱内部说啊，内部你要早点报名，对你优惠98折，怎么样？嚯嚯嚯！你可真大方，还98折。你先行啊，我教你，我趁我这运气还行。一分钱不要，我也不去。怎么？我会跳舞。瞎说，你这模样不像会跳舞的。不是，这还带出模样来吗？那我考考你，你怎么考？真正那个舞厅。你歌舞厅啊，什么样？你说得上？哎，舞厅嘛，啊，一进去大玻璃门，啊，上边是红绿灯闪烁，底下是打蜡的地板，嗯，周围呢有一圈沙发，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，这就跳起来了。小乐队啊，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赛的，就那个三弦啊、四胡啊，嗯，没这么多一琵琶呀，就那个，嗯，没那，人家那都是洋乐，哇，洋乐、西乐有这样的。啊，电子琴，还这样的，这样小提琴呢，嗯，还有那个松紧的啊，松紧的，松紧琴，知道吗？松紧琴呢，啊，那叫手风琴。咱不管什么琴啊，都是那洋乐，啊，有个乐队指挥啊，有，西服革履，大背头，漂亮，脾气呵，讲究，嗯，都听他的。是他拿着这么一电镀棍，这叫指挥棒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嗯，预备起，当当啷个里边啷的当啊，当当啷个里边啷的当。不，行了，别挂什么话了。这舞厅里怎么出来河南坠子了？玩有曲调嘞？当然有曲调，它得是舞曲呀。你来嘞，你比方说吧哈，溜冰圆舞曲怎么着吧？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答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。行啊，有板没板？哎，咱有板。如果行的话，这么着，怎么着？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让他跳一回交谊舞，怎么样？啊？跳一回吧，行，我连看看你是材了不是材了。好啊，咱俩呢，啊，就学一学那个大男大女。啊，咱怎么还大男大女啊？那当然了，跳舞嘛，就得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啊。我男的，嗯，大男，哪里就大男呐？啊，一般的来说，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。哎。甭抬脚，这是自然灾害，没救。因为我这个儿矮一点嘛，我得学个女的。你学女的？我大女儿。大女儿完了，我救大女儿了。大女儿吧，正理我还就得来大女儿。怎么呢？我长得媚气。啊，这还叫媚气？他们都这么说我。我呀，啊，给你化化妆。化妆来小辫儿。不，太短呢，不够。不，那怎么着？我这儿啊。有这么条手绢，手绢干嘛？这手绢呢？啊，就好比是一条纱巾，纱巾，哎，戴上之后，咱俩可以分出男女来了，哦，做个区别。对了，行了，你呀，啊，坐在沙发上等着。哎，坐哪儿？坐哪儿？坐沙发上。坐沙发啊？沙发可舒服。那是啊，这台上没有。嗯，咱这不表演吗？啊，往那一蹲身，比划比划就行了。哦，一蹲身啊，这样。对。这沙发比站着还累，你呀，凑合点吧。那快来吧，咱就这条件，开始吧。啊，滴答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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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姐，请您跳舞。这位这是怎么了？
小姐，请您跳舞。谁得罪他了？这是。嘿，伸手。手啊，好嘛，猴儿。好，别走。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？这不是耍猴，这什么人啊？我说你像话吗？啊，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？这还有规矩？那当然了，我这给你行礼，你站起来还礼，咱俩就开始跳。哦，一边跳一边聊，咱俩才能找上对象啊。怎么着，咱俩？咱俩才能找上对象？不可能，还得来呀。再来，试试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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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你姓啥？我姓贾。叫什么？贾大牙。这什么名字？谁给你起的贾大牙？多难听啊！我爸爸给起的，管得着吗？凑合凑合，蹦跶蹦跶。多大了？38。干什么？含棉花。成家了？还没呢。哟，够晚的了，可得抓点紧。哎呀，抓紧！铁大灯，当大爹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蹦擦擦，你姓啥？我姓马。叫什么？马兰花。多大了？属羊的。啥工作？搞批发。卖什么？大碗茶。这走，这大碗茶有批发的吗？啊，废话接着聊。蹦擦擦，蹦擦擦，咱们俩很融洽，多亲近。羞答答，咱们登记去。我得回趟家。家里有谁？有仨孩子。没关系，你全带着。那也不行，还得问问他。他是谁？我的老头子。去。为什么呢？没出正事，没露半只脸呐。打败你的不是天子，是无邪。恭喜董爷，再恭喜董爷。你比一走一天五十的好。你看看，我儿子又从国外来信了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好。最近我已经获得博士学位，我计划和我的同学，你未来的儿媳妇儿一道回家看望老人。哎呀，你看快不快呀、啊？一晃几年，一个山里边的娃娃出国留学，不但成了博士，而且还把儿媳妇儿都给我引回来了。请问这里住的是人吗？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啊？哟、哦。啊，你找谁呀、啊、？Hello， 我们这一代没有姓哈的。Hello 是打招呼，问你好的意思。哦。Hello。你也 Hello。来，进来休息一下。好、oh, 啊，谢谢。姑娘啊，到这里来旅游啊？哦、oh, ，不是、啊。请问你是不是姓黄？啊，对，我就是姓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姓黄呀、啊？你的名字叫黄头发。哎呀，你才是黄头发呢！我叫黄金发。黄金
枪花了，闹又闹伴，这还想插足呢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的中国话很小一点点。我是你孩子的媳妇。你是我的儿媳妇？那我问你，我儿子叫什么？黄土坡。我叫什么？黄俊芳。他死去的爷叫什么？黄河水。哎呀，这看起来什么情报都掌握，这八成是真的啊！我说姑娘啊，这说了半天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的名字叫Jenny Cecilia爱达芬奇。我说珍妮呀，塞塞尼亚呀，爱达芬。哦，我还有一个中国名字，很简单。你叫啥？黄花菜。这个名字还好记啊。我说黄花菜呀，你爸你妈身体还哈喽吧？哦、oh, ，yes。你爷爷死了。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。哎呀，回来就好，还买什么礼物啊？咱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啊，家里边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睡觉的时候穿的衣服，很好，很舒服。睡觉的时候还要穿衣服？还有一个帽子。我说黄花菜，你妈妈还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，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。啊，很漂亮，可惜我穿不上。这不是给你准备的，这是给我孙子准备的。你孙子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早一点生一个孩子啊，这很方便。我说黄花菜，这个孩子啊，是咱们黄家中西结合出口引进的新品种，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好。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？长大以后让他好好的读书，做我们皇家的好儿郎啊。皇家读书好儿郎，那就叫他黄鼠狼。车灯亮了，越来越近，我看见那只星冲我微微一笑，我的鲜花呼喊着向前拦下来车的时候，就听见那车门停住了，开过去了。可是被车的溅了我一身的泥，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！咱姥姥的，别咱咱的，套什么近乎啊？你姥姥的，你姥姥的，咱姥姥的，别咱咱的，你姥姥的，你姥姥的，那我应该怎么说呢？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，这不一样吗？这夫妻呀、啊、就像打麻将哈，还是那个原配搭子好。他有一原配搭子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他们俩还有骰子你知道吗？知道啊。这不就结了吗？你说他脑子里成天装着那搭子，心里想着那骰子，你还怎么胡？胡不了。